是，请问这个叫通直？哎，对了，这个通直跟 nuer 不一样，可以理解吗？请问这个空值有没有意义？在这里就变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好，不懂你们回去想一下好了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这个国家地区别点一这个栏，这个栏，请做移除空白。可是这样做其实是在做筛选，所以不建议你们这样做。我要永久筛选掉它，所以来麻烦请做清除筛选，请不要在筛选里面做这件事。我刚做那件事情还停留在我们的暂存资料库。可是这个空格这一列的记录其实是不需要的，好，你这边你要自己回家想想一想。好了，来，请滑鼠右键，滑鼠右键有没有叫做一个叫做移除空白？你不能点这个国家地区别，这边没有。好，你现在要点这一个，有没有看到这绿色、黑色？好，我先稍微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问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绿色是代表它是活的，它是存在的，它是真实的？红色代表的就是什么？错误的赋值可以吗？听得懂吗？就是如果说我们用颜色来区分，你这边看到的绿色就是代表真实的资料，那红色就是代表错误的资料。好，那还有一种叫做黑色，黑色就是空值。所以你要滑鼠右键。点选这个黑色，滑鼠右键点它，有一个叫做移除空白，有看到吗？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